反映了一个当下最火的金箍棒模型，这个还是可以伸缩的金箍棒模型。来看一下这个打印的细节，上面还有支撑啊，我们拆除一下。支撑拆除之后，将这里简单的安装一下。安装完成了，来看一下这个打印的细节，支撑也是特别好拆的，打印的效果是非常不错的，推荐大家用黑色的材料来打印它。而且这一个金箍棒它是可以伸缩的，这个伸缩啊，只需要我们稍微一用力，它就伸长了，可以看一下，特别的长。这个伸缩的金箍棒也是特别有趣的，挺大一个的。告诉大家在哪里下载啊，是在 MakerWorld 网站国区的网站上面啊，搜索如意金箍棒伸缩版就可以找到下载地址了。一定要记住啊，这个 MakerWorld 网站是在背后需要加入.cn 的，这个是国区的一个专属的如意金箍棒模型。这里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版本都是可以打印的，有兴趣的朋友啊都可以尝试一下啊。这款模型也是目前下载量最高的如意金箍棒模型。有些朋友还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打印黑色的，我们只需要简单对它进行一个干扫来进行一个上色，就能有非常好的效果。我现在来演示一下，只需要这样子在上面轻轻一刷，来看一下这个效果，看一下，就这样随便一刷，由于它是黑色的底，我们刷上金色的颜料，就特别的像我们的如意金箍棒。我在细节上去刷一下，好了，只需要不到一分钟啊，这个如意金箍棒就完全变了一个样子。看一下这个细节，这个就是干扫之后的效果，是不是很棒呢？我们来转，嘿嘿嘿嘿嘿嘿。好了，这本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